孙猴子往石头的掉下来看下去，但是一时能给地方那个小小的石头，你是我这个孙猴子干嘛呢？到石头身上玩耍啊，然后沙宝在哪地方？沙宝站在前移那个山峰，中间长了很多猴子啊，然后还是这个你现在又问我什么？那个就是沙和尚，猪八戒在里面没有。